And I wish that I could make a wish on you. Cause the stars in your eyes, how they sparkle and shine. 这边有没有？是啊，我想要找杰贝和茶。哦，你一个人啊？哦，啊，那是在车上。啊？你这样对你老公的？没有啦，等下休息一下啦，我不是自己来了。OK。你是被人家放飞机是吗？没有人陪你哈？What？当然不是啦，这是我的 me time。哦，你这样忙还会有 me time 啊？不能每天都忙的，再忙也要休息哦，钱赚不完的。也是，要让自己 relax 才可以继续前进嘛。而且你看这个 cafe 多么的 relax， 而且很舒服，东西也很好吃。嗯，这种度假风哦。这样，嗯。哎，可是我这样子会不会打扰到你的 me time？ 不会啦，啊，一起吃咯。可以可以，没问题。你不要打卡呗？啊，我刚才已经拍了。哦，拍好了，是啊，好快哦！我先吃我的 burger 了哈。那我要吃这个，这个哦叫做 avocado medley。我基本上去到 cafe 哦都会点有关 avocado 和 sourdough 的结合，很有营养是吗？对，而且就是特别美味的。我吃这个呢是素食的哦。对啊，是那个 future meat。哎呦，你看，哇，还有那 onion ring 啊，还有 cheese， 而且它的这个面包哦很厚哎。是用那纯奶油做的，我跟你讲，这个 burger 有意想不到的好吃，咬下去的时候啊，它的面包真的很蓬松哦，然后带有一点味道的，不是说淡淡没有味道的奶油味，但是你咬下去的时候，因为它的那个 burger 肉，它就是那种素食的 burger 肉哈，然后它就带一点香菇的味道啦，然后等一下它又有 cheese 的咸味啦，然后再加上那个 onion ring 哦，所以其实它整个口感是很丰富，很好吃，而且它又不会重口味哦。它不是淋一大堆的酱料在上面，有味道来，但是不会淡掉。嗯，我这个也是吃的我很过瘾，因为啊，除了就是有 avocado， 还有就是鸡蛋之外呢，其实它有放那个炸过的 lotus 啊，就是那个莲藕片，所以吃下去的时候呢，有一点点脆脆的感觉，然后它的那个里面还有放那个洋葱，所以吃起来很香，而且这种呢通常不会太重口味的。嗯哼，最主要还有 avocado， 好好吃哦。沙窝豆也是烤的刚刚好。其实它这个 side dish 有这个烤过的 kale， 这个呢就是没有什么太多调味的，有一点点的咸味。然后呢，你知道 kale 也是 super food 的，所以是营养价值很高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吃这里的另外一个招牌菜，它是低温烹煮的牛肉。然后吃这个的时候呢，大家记得一定要有饭有肉，再加这个特调的辣椒。这个牛肉饭很好吃，这个牛肉呢它不会干干柴柴的，然后它的那个半肥瘦的感觉啊，好像吃东坡肉那样。东坡肉是哇，而且它把它焖煮到有一点带甜味，然后再加上它这一个辣椒，哎，很香嘞，真材实料。你一吃下去的时候啊，它就是多种味道同时爆发，然后把你弹到去火星那边。不过讲真的，我看到它这个牛肉的那个色泽，真的是很诱人呢。是，它真的很像卤猪肉，很像卤猪肉的。我吃了这个是烧焖，然后你看，你看这个摆设哦，你就知道哦，瘦身的朋友的凉棚。他有说啊，如果你是担心这个 yuzu 的 sauce 呢不适合你的口味的话，你可以先沾一沾，然后再淋来。可是我觉得我相信他的。我觉得这样子吃很诱人，因为呢，刚才有个腌制过的菜，吃起来脆脆的，应该是类似黄瓜啊，还是白萝卜那种感觉的，吃起来脆脆，然后不会太酸，然后最主要就是它这个 yuzu sauce 哦，
刚刚好，不会说那种很重香精味，你会觉得很不舒服的，就真的是在柚子的香味而已。然后我觉得你在淋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一点点这样子慢慢的加，所以它那个甜味呢是会刚刚好的，不会说一下子太重。哎，我觉得它这个也是很好吃哎，因为它的那个三文鱼啊，是你烤到它外面熟，里面好像是乳化，这样会不会？它不会说太过熟的那一种。对，这个这种吃法呢很特别，因为刚刚一咬下去，它里面好像直接是乳化的感觉啊，很好吃，而且够新鲜。它有一点点微生，对，微微的，然后所以你吃起来就像你刚才讲的，就那种入口即化，又不会太柴。哇，它整个吃起来那味道，那个油脂分布是很好的。而且这个柚子酱啊，它有提味的作用。是啊，哇，立刻醒哎，很开胃哦。这个它的米饭是 brown rice， 所以吃起来特别有口感的。它看起来其实就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健康餐吧，可是吃起来还是非常好吃。推荐推荐这个，哇，这个很特别，我没有吃过 garlic bread 配喇喇，很神奇耶。其实是西式的吃法啦，你们要把喇喇放上去，然后一口把它咬下去。你要把壳弄掉啦，谁会这样子吃？好吃哦。原来这个面包不是配角啊，这面包也是主角来的，因为它真的很厚实啊。外面呢有点脆这样子，又充满了蒜香味，然后再搭上它煮的很好吃的这个，应该是奶油喇喇来的，而且它用的是日本的，这个很鲜甜，好吃。甘香啊，这不是甘香啦，奶油里面还有咖喱叶在里面啊。咖喱叶不一定是甘香的，感觉很像。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面包实在是平起平坐啦，就跟这个喇喇，因为它的确是那种很厚实，然后呢外面是有烤的微焦，然后蒜香味浓郁的，你单吃都很好吃的那种面包，然后呢再加上你用这个奶油呢淋了过后，你这样子吃，其实有点像我们吃馒头啊，你去沾那个奶油这样子吃一样好吃。不过这个是多了一个喇喇，虽然我觉得这样子搭是比较特别的口感啊，因为我没有试过，可是You can try it， 都好吃啦。我觉得，因为他们的摆盘啊，或者是整个菜式的设计，都有一种新鲜感啊，而且呢，打卡也很好。所以来咖啡吃这一个食物，有营养之余，又可以让你身心愉快，这个很好的一个选择。然后我又解锁了一间咖啡，叮叮，谢谢你啊，可以，谢了你的蜜态给我，不用钱，记得给钱。你刚才说请我吃了。适合晚上来呢，你不觉得有点像金马伦啊，或是云顶？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就要晚上来啊，更凉爽啊！不要这样执着于晚上是白天。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嘛，是我吃的这个是纽西兰的羊小排哦，很香嘞，它的 sauce 已经很香了，那个胡椒啊 ，mushroom 的香味，哇，好吃的，是刚刚好，虽然不是说全熟的那种，可是呢，我觉得它对我来说也不会太生，刚刚好。然后因为它是羊小排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其实它的肉质呢会比平时的那个羊肉啊来得更加嫩。那我吃到是有脂肪，还有带一点筋的，所以吃起来还有 Q 度十足。然后加上这个酱料啊，平常我在吃好像 brown sauce 或者是这种 mushroom。
有加一点黑胡椒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不敢一次过淋太多的。刚才有点失手的时候，我有点担心，会不会太多？可吃下去，它带一种甜咸香味。这里的味道不会太重的味道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就是刚刚好，不会说那个黑胡椒味道太刺鼻呀、啊，还是怎么样的、嗯。它有它独特的一个香气在，而且口感呢，我这个鸡扒其实还算是蛮不错的，没有说外皮很脆很脆，或者是里面很嫩很嫩，但是吃下去就是有那个嚼劲。最重要的是它的 sauce 啦，还有它的调味啦，也不会过分的，就吃起来很舒服，就会一口一口想吃下去，这个就是它成功的地方。而且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，因为它是比较带一点点甜的。是哈、哦，嗯，冰姐，我还有这个，好吃。哇，那个 lemon 酱感觉是闷的，很软嫩哎。我吃啊。没有，你吃啊吃啊，给我吃别的，就来点点美味嘛。我吃这个好了啦 ，mushroom soup 都可以的。这 mushroom soup 是三种 mushroom 掺在一起的。哇！而且你看，就是有一个面包碗这样子哈。哇，你看那个蘑菇汤，真材实料哎。他真的是要用行动告诉你，我是蘑菇汤，你不要忘记我，因为一吃下去，哎，是不是很浓？真的，就跟你 How are you？ 爱蘑菇，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蘑菇或是菇类在里面。原本我没有打算要吃的，可是我看到这样觉得很好吃，我叫他给我吃。好喝，好喝。而且呢，它有放一点那个萝卜碎在里面，所以它有点西式，又有点点中式的感觉嘞。而且你看它的这个面包哦，竟然可以。装得下这个汤哎，对呀、啊，这个就可以让你边吃边沾。你会不会觉得它的味道很醇厚？至少我吃了下去啊，我一直会在想它里面还有什么东西。嗯，好喝啊。嗯，最主要真的就是平常喝蘑菇汤，你可能只是觉得是前菜，然后一个汤品，可是这绝对让你吃得饱，而且最主要是好吃。是羊香味十足，不是羊骚味哈、啊。然后它那个酸甜酱好像有点番茄酱之类的，就很搭它啊。这里的食物其实都有做到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开胃。而且讲真的，这真的不会太重口味。这个呢，平常我们吃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它是那种很软嫩，软嫩到那种，就是你一放在嘴巴就马上撕开的那种。可是这个其实还是有带有嚼劲的。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放久了吧。就是刚刚上桌，我们没有立刻吃，可是如果立刻吃的话，我觉得会更加的滑嫩。好吃好吃，越吃越期待。这个鸡肉串，这个是蔬菜水果串，你要吃、哦、我要蔬菜水果串。其实我想吃这个。那我还问他干嘛？对呀、啊，拿这个。你看这个有黄梨，有那个红椒、灯笼椒啦，然后菇、西瓜，西瓜也拿来烤哎。我其实对这种肉串啊，我是没有什么好感的，因为每一次我吃的时候都觉得味道还好咯。但是这个哦，它不懂是不是铺了蜜糖在上面，甜甜的，它带甜味的。嗯。然后因为它哪里烤过嘛，就有香味。然后那些灯笼椒啊，烤到它真的很香。鸡肉本身应该是鸡腿肉来的，就是很够滑，所以一吃下去，一咬下去啊，立刻就觉得口水啊是蜂涌而出，直流。对，很夸张。哎，我这个烤蔬菜哦，应该是讲蔬果，你看起来哦，你会觉得啊有点无聊哦，不是？如果跟肉串比起来会很无聊，可是你吃下去它超多汁，烤过后变得更加的甜哦。然后它那个菇啊，不会只是单纯的菇味，它有涂了一点点那个酱料在上面，所以吃起来很好吃。所以就是如果你是没有吃这么多肉的朋友，你点这个你不会后悔哦。它习惯了去烤啊，好吃好吃，很多汁哎，变成 OK 哎，这个你看。越吃越让我觉得很想晚上来聚餐。当然来这边哦，你也是不要忘记有饮料，它这边有专属的那个 coffee， 你可以点来喝，或者是点一些特调，有没有？我觉得啊，他放那个 Okinawa coffee 啊，感觉上很日本，所以以后开咖啡你放一个这样子的名片，像那种冲绳啊、海边啊，很类似那种。没错，真的。阿里嘎多咖啡。可以吗？
多舒服，游了泳哦，就来这里吃早餐 brunch。我那里发觉外面有泳池啊。哇，你都会跟大卷，你只看到这边有一个食物日，我只看到这边的美食，因为真的很精致啦，而且呢很健康。哎，对，这些呢，我一看下去，我不用说，都是我喜欢的，甚至还蛮爆红的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个叫做 Farmer's Pancake Breakfast， 就是有咸甜的。哇，你看那鸡蛋，哇，流出来了，半生熟。给它流去那个 hash brown 那边，哇，还有 ham， 然后它的那个松饼的比例呢，是他们调配的。嗯，好吃哦。果然要一大口哦，什么都来一点，这样子是最好吃的搭配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知道它为什么爆红，因为它真的很好吃。哎，那我真的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因为我这个人是很传统的那种华人思想的，早餐我要吃热腾腾的面啊、粥啊、饭啊那些的。嗯，所以我对这种 breakfast 我没有感觉。到刚刚在切下去啊吃的时候，哇！这边有惊喜，第一，它有 hash brown， 很脆口了，很爽口了。再来，它有一点蒜香味道在里面。再来又有很多的菇哦，所以它味道很有层次。再来，它的 pancake 啊，再沾上那些好像甜酱这样子的哦，它就有一种咸甜交错的一种感觉，口感真的很丰富，很好吃。其实我觉得店家就真的是很聪明，他们有一个巧思，就是因为如果是甜的 pancake 的话，很多人只是把它点来吃甜品嘛。可是这个咸甜兼有的这个 pancake 哦就不一样了，因为其实它是有一点像是 big breakfast 这样子，有很多的料，你看有 hash brown 啊，有鸡蛋啊，有 ham 啊等等的，你再夹杂着这个松松软软的这个 pancake， 而且它的味道其实是不会甜的，它的甜味是来自它的 syrup， 所以你这样子搭配起来呢，就代替了那个我们平常吃的那个面包，这样的吃法你又可以吃到甜品的感觉，又可以吃到咸点的 feel。来，我们现在吃这个，我发觉他们很喜欢用 cherry tomato。对呀、啊。你知道里面呢就有放那个番茄酱，还有就是有那个鹰嘴豆，哇，上面是 cheese 哎！哦，这么多鹰嘴豆，嗯，很好吃。他们虽然是有用这种酱料是什么，但是他们是没有用过多的调味料的，用很 natural 的。哎，这个真的很开胃，好开胃啊！而且它是咸酸甜的，那个面包哦，哇，够脆口。而且它的这个面包呢是用这个 sourdough 的，之前我吃过类似这样子的食物，它这个叫手术干啊，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加一点点那个比较浓的一些香料在里面，可是这个呢反而是那个番茄再浓一些，然后它的有一点点的刺激感是应该是胡椒而已啦，还有放点 capsicum 嘛，就是那些灯笼椒等等的，你吃起来呢特别的香，可是不会完完全全说有那个灯笼椒的味道盖掉还是什么的，很好吃。你有看到这个东西吗？鸡蛋，哎，嚼它，我吃破它，你不用用力啦。那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觉得，哎呦。吃面包很无聊，那就比如说我老公，他对面包就是普普通通了。可是有了这些很像主食的料理啊，这样子配着一起吃，就会很喜欢了。又没有这么干，又很湿润，最主要就是那个番茄香味真的是很浓郁。这个我可以，真的我可以，因为我是食肉受完了，第一次吃一下子可以把它吃这么多。嗯 ，OK， 好吃哦。再来吃这个，我先吃这个炸黄瓜。你要不要点一下它的那个 garlic mayo？ 这个好吃啊，它炸得很酥脆耶，它外面脆，然后它的黄瓜是那种软的，好吃哦，好吝。然后这个呢就是有放那个 balsamic vinegar 的 tomato 一起去翻的，下面这个就是他们自制的 sourdough， 放很多 cherry tomato， 哎，这个颜色很热情奔放，很鲜艳，而且这个 cafe 啊，我看出去外面啊，感觉上很有外国 feel， 真的。而且刚才我自己来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有一点点隐秘哦，会有人来吗？结果一进来哇，满座哎，真的是啊，只要你的东西好吃啊，你开在哪里啊都不是问题。是不是改观了嘞？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吃？没有了，真的很简单。好好吃哦，它是很简单的搭配，但是用很天然的一个食材啊，还有料理的模式啊去做，所以你吃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很清新。首先我要蘸它的沙威豆，旁边是脆的，里面是酥软的。再来就是它又有放些醋啊，还有点蒜。
蒜香味在上面，再加上那个 cherry tomato 它本身那种酸甜的滋味啊，整个一体的感觉哦，你一吃立刻带你去到法国，哇，就是风和日丽的情景。我没有去过阿伯仔，应该是这样啦。然后突然间有个美女在那边，对，游泳池旁边的，哇，这个更好。我没有这样复杂啊。我跟你讲啊，如果是有看到这个 rocket 菜哦，我是会有点怕的，因为 rocket 它的味道就是还蛮粗壮的。可是它这个时候呢，就跟这些 tomato 混在一起，而且真的是放了那个 balsamic vinegar 在里面，其实吃起来它变成一种香啊。然后再来就是那个鸡蛋呢，让你戳破包覆着那些多美多的时候，它变得很滑，然后那个蛋黄的香味又很浓，很好吃哎，很怪很多人来哎。可是除了这个，我们还有别的东西吃。那有甜品哎。取了老板的谐音啊，的名字。哦，那个嘎亚呢，真的是他们这里的 signature。是嘎亚，哇，这样浓的，很不一样哦。好像是板丹 cake 这样啊，它那个香味啊，嘎亚的香味是板丹 cake 的香味。好吃哦，好吃。我觉得它东西是很好吃，很扎实啊，有口感。再配上哦，它的那些很新鲜的 strawberry 啊，是 ice cream 啊，这是一个夏天一定要吃的甜点早餐，因为吃了之后哇，立刻甜蜜蜜起来。哎，这个应该爆红哎，它已经是红了的。哦，这样已经爆红了。哦，也是。对，所以如果你们哦吃到什么爆红的美食啊，知道哪里的打卡景点啊，可不可以啊？记得 email 我们，有机会我们去拍摄，好不好？有机会我们去介绍啊！谢谢大家支持我们获奖，谢谢，谢谢我们哦，有机会来吃啦，很好吃，好吃，喝咖啡。